辅助在游戏里是比较特别的位置，在之前没人愿意玩，但是随着射手的地位提高，和射手有很大关系的辅助也逐渐变得火热起来。辅助也分为两种，软辅和硬辅。硬辅的代表有牛魔、张飞等英雄，而软辅则是孙膑、瑶这些。两种辅助不一样，玩家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同。经常可以看到软辅被歧视，但想要改变这一现状，这些毛病你不能犯。死跟着一人，很多辅助都有这一个坏毛病。辅助本身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位置，没有固定的对线和野区，基本是谁最需要自己就去帮谁。一般来说，不管是开始跟着谁都要随机应变，开始的时候可以帮打野或者法师快速提升等级，但是见过不少辅助跟着谁就一根到底，基本上也不管其他的队友。不要脸探草丛，本来探视野是辅助的事情，但是硬辅有比较高的坦度，探草丛不会轻易被对手秒掉，但是软辅在前期拿着最少的装备脸探草丛无疑就是送。不少软辅其实都有小技能可以探草丛，孙膑的一技能摇得开视野，这些都是很好用的技能，不需要把自己送到危险的地步。留着关键技能保护后排，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。就拿孙膑来说，很多玩家在使用孙膑的时候，大招总是想着要用来收残血，二技能总是在好了就用，但是这两个技能其实都是很关键的。当对手突进到后排的时候，哪怕有一个技能也不至于会让后排被直接秒的，要么就是二技能加速第一时间离开距离，要么就是沉默对手让后排输出或撤退。但是有些玩家不会留技能，在关键的时候没有起到保护作用，就会让人误以为不如应付。